这道题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图形题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已知的话，这个部分的话是5，这个长度，之后这个长度是24。现在要你求的是这一个长方形的面积，怎么来算？给你们2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。好，同学们，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我只要把这一个直角三角形把它补全为一个长方形，是不是答案就出来了？这一个 A 和 B 啊，它的面积是相等的，这个 C 和 D 的话它的面积也是相等的，之后的话这一个大的和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不是也是相等的？是不是就只剩下这一个面积和这一个面积是相等，而这一个面积很快吧出来了，那么就直接就是5×24等于120。